西城说事，沈西城、林康正 Baby 同你论尽天下大事、香港日事、昔日往事。啊，沈大哥，呢段片咧，其实就系之前啊，连蔡英文都有去即系现场参观。台北國際書展啦，即係台灣人就讀書嘅風氣都好都盛行嘅。即係搞書展咧，你見到佢哋嗰啲宣傳啊，都會好有心機，甚至係國際書展話我哋今次咧專睇一個國家，譬如以色列啦，睇唔同地方就擴闊下啲眼界嘅。即係因為對比香港咧，嗰個叫做特賣場啊，即係依家減價100元退10本，跟住三折，跟住有送私郵，又唔知送乜送乜咧。可以見到人哋嘅書展咧，就真係可以即係朝住培養讀書風氣嘅方向走嘅。香港就純粹一個比較商業買咯買咯，平時唔買書就嚟呢度平嘅買，有折頭嘅買，睇唔睇一回事。跟住人哋啲宣傳都係好有心機嘅，即係可以唔知點解香港同台灣啲風氣可以比較有啲差距。我想即係我好坦白講一句，香港咧個水平唔夠台灣，甚至大陸咧。最主要。我覺得我哋而家香港近十年，好多人認為對作家呢兩個字咧，覺得好容易做。你揸支筆寫了幾個字，甚至唔使揸筆影相就得啦。嗰啲女仔啊，啲明星，報紙或者雜誌或者網上登一登嘅，你就係作家啦。咁你本來你做緊時裝或者你做緊飲食嘅，你揸支筆寫咧。你又搖身一變成為作家，股票都得添。喺呢個咁情況底下咧，作家兩個嗰呢個名詞咧濫用咗啊。其實咧，我哋好多朋友真正喜歡寫作嘅朋友咧，就好心痛。我相信咧，啱啱去世冇幾耐嘅劉以暢先生咧，佢一定如果佢睇到佢唔講啫，佢心入邊一定好痛心。濫用咗作家呢兩個字，作家係唔要業租，作者比較容易。咩叫家？卓然成一家，談何容易啊？邊啲人可以叫作家？魯迅、金庸、高揚，嗰啲可以做作家。即係我講呢啲咧，就我哋知嘅，有好多仲有好多作家，即係近代我哋知嘅，成就一個作家。唔係咁容易，作家成長個過程真係好多困難，好多挫折，先要成就一個作家。第一，當佢嘅花打同佢媽打去做愛孕育咗嘅時候咧，俾咗佢嘅遺傳嘅恩賜，令到賦予佢創作嘅天賦，呢條天俾佢。後天就係靠佢自己嘅努力。佢嘅際遇，即係佢嘅努力加運氣，先成就到個作家。強如好似魯迅，如果唔係生存喺國難嘅時代，佢係不至於咁偉大。金庸唔係生喺香港，喺內地成就唔到佢做一個武俠大家。即係個社會嘅土壤都好重要。仲有金庸喺五六十年代開始寫作。1956年先寫《書劍恩仇錄》，因為就一場武林大會。吳師傅對陳師傅，你哋都知太極對白鶴，引起武林風潮。咁佢寫咗《書劍恩仇錄》。第一喺寫《書劍恩仇錄》之前，我哋金庸先生已經係讀咗好多書，留意咗好多市民，吸收咗好多知識。而喺嗰個時候咧，佢生活並不好。第一，佢妻子不安於香港，佢唔中意香港太悶。第二，佢冇錢嚇，所以咧生活好困頓，屈屈不得志。於是咧，俾個機會寫《書劍恩仇錄》，想起佢嘅家鄉海寧，話咧乾隆係姓陳。唔係滿人係漢人嘅傳說，於是乎咧
就寫咗出嚟，書件一齊錄。其實咧，佢嘅 real concept original 嘅 concept 咧，係嚟自咧《水滸傳》嘅。你留意一下，佢有好多人物嘅紅花會，紅花會咪即係梁山伯，有好多咩文太來啊乜嘢啊嗰啲咁樣好多賓雷手啊，賓雷手啊咁啊，玉金魚嗰個冚唪唥咧啊鴛鴦刀係嘛？咁佢冚唪唥咧係有呢啲咁嘅花名，都係咧得到呢個《水滸傳》嘅啟示啊嘛。天地會、紅花會咪就係梁山伯咯。咁嗰啲武功其實更加豐富，更加加上佢幻想，咁啊成就咗呢個咁傑出作家。同埋喺嗰個年代咧，我哋香港人冇乜娛樂㗎，咪只有聽下收音機麗的呼聲，香港電台，商業台好似仲未有添啊。咁啊，最好聽下六川電台，冇嘢做啊，一係聽下大戲，睇下電影，睇電影都唔係好普及，因為咧要買飛啊嘛。係好啦，於是乎咧就中意聽廣播小説，所以你我叔咁紅，中意睇小説，武俠小説不嬲都有人睇啦，又金庸寫得咁好，梁羽生寫得咁好，咪一指風行。如果你而家咧，又未必出到啦喎。嗰啲人咧睇書嘅習慣咧唔係咁高。同埋依家話你，哇！你金庸、梁羽生有啲咁多本，梁羽生仲要你要睇完誒呢一套，原來每一套都有啲關聯嘅喎。哇！啲人都費事同你睇嘅。咁咧，所以話咧，成就嘅作家唔係容易，做一個作者咧就唔難嘅。你寫到字，咁啊以前咧做作者要求你通信，而家你唔使通噶。沙石滿紙都冇問題，因為咧有啲朋友話咧，而家係咁寫法㗎，喺中文，咁你模糊，你夠膽登咪得咯，你咪作者咯咁。但如果以咁樣嚟滿足自己咧，我覺得毫無意思。我認為做每一樣嘢咧，你都要用個心去做。啊，以前譬如審批啲文章啊。都是一些即係好會好嚴謹，即係依家連審批嗰個梗係邊個都唔知乜水嚟嘅。嗱，即係咁講，審批啊真係你寫作嘅人咧，自己寫得連差強人意四個字都做唔到咧。其實我覺得冇意思啊，冇意思啊，人哋唔話你，自己都過唔到自己啊。咁嚟講，如果佢自己識咁諗，佢就唔係咁做啦。譬如我。切緊豬肉，我咪切豬肉咯，做乜要砌字啫？係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啲嘢咧就係每個人嘅諗法唔同，因為咧你又要諗喎，點解我要做作家咧？因為作家抬高你身份。哦，唔怪咁多娛樂圈，譬如啲女明星又好，男演員都好，都中意係作家係揾唔到錢噶，但揸筆係抬高咗你。所以你作家咧有度好喎，抬高咗自己。你明唔明啊？作家係賺唔到錢啊！林康正，任何嘢炒賣乜都賺錢多過作家，但問題咧，作家係抬高咗你，揸鑊鏟都好好嘅揸。你做咩啊？大嘴、廚神，你唔及得作家。你做乜嘢啊？我寫填詞歌，你唔夠作家，點解？你去問作詞作到曉飛、陳蝶衣好未啊？而家有幾多人識佢？魯迅、金庸多唔多人識啊？就係、作家就值錢在呢度，知嗎？你真係成為大作家，你真係個名喺度。所以咧，就算你變咗優秀嘅作家，唔好大作家，都威嘅喎，有面啊嘛。錢係賺唔到，咁有啲人咧做第二個行業已經賺到些少啦，有名啊嘛。但係佢諗錯咗，嗰個虛名唔係真嘅名。你明唔明？作家咧？唔容易做，有人窮一生之嚟都做唔到，即係我摸唔到個邊，聞唔到味，哎呀，唔知點樣入門口。所以咧就唔好妄稱，我係作家，出嚟演講其實失禮人，知嘛？好失禮，仲教人點寫作。逢識寫文章人都知道咧，寫作冇得教。我見到譬如依家好多所謂新作家，或者呢幾年好紅嘅屈明賢啊啲，揾一男子啊出嚟在佢側邊，跟住又大賣，又成為啲傳媒爭相報導嘅焦點咯。我就識阿屈小姐嘅，就
不便自評，因為她老公是超人有色，即我只可以說人各有志，但是我覺得屈小姐無論怎樣都好，她文字系統的，是吧？她思想呢就各有不同，你就很難說我喜歡的思想，那你又喜歡民主，我又喜歡不是民主，有權，但是文字是可讀的，是通的，這樣你不能夠有些人屈小姐說她就是 S 水打歪你，文字是通的，她通過很多人，是吧？但問題是你不同意她的思想嘛，正如屈小姐一樣不同意你們的思想，是不是？我看事情現在是這樣看，我老了，即我不是說走正面，因為呢每一個人有每個人不同想法，但我基本來說你是一個作者，沒有作家，文字通不通？平心而論，屈小姐的文字是通的，有很多人不通的，OK， 那就說了，你可以不同意她的思想，他喜歡找一男子，你可以找一女子，是不是？不要緊，但問題呢，我就覺得有很多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的，在網稱我是作家，這個就很糟糕，因為令到很多年輕人以為作家很容易做，還有呢，你喜歡哪個作家，又很容易看得出你讀者的品味，是不是？你喜歡那個，那你死了。喂，我喜歡金庸，我喜歡高陽，我喜歡雅詩，我喜歡雅詩，起碼你這個讀者，喜歡劉以昌，你起碼這個讀者是什麼讀者你已經知道了，不是啊，我喜歡誰啊，那我不說名啊，那你一聽你就死了，寫得好啊，那你跟他說什麼呢？你不如不要說，是不是？無謂啦，那你看你低什麼書，喜歡什麼作家，你若我都可知道這個人是什麼人，你只要看一個人，一見到名人出去影相嘅咧，英文叫 good fighter with limit， 即係好打有限。good fighter with limit 就我發明嘅英文，嚇唔係劍橋，係橋劍大學高材生英文專家沈西成發明。good fighter with limit 就好打有限，知冇？呢個咧就嚟入去 Oxford 嘅 dictionary 啦。嚇，即係逢親一見人影相啊 ，selfie 啊，周圍傳嘅咧。Good fighter with limit， 我話嘅好大有話，而家 dictionary 冇嘅，流行咗會有噶啦。牛津大學可能咧，2019年收落 good fighter with limit， 係就係俾橋劍，人哋 Cambridge 或 Cambridge 嘅 university 嗰個英語系嘅大教授沈西成發明 professor 沈，真係啊！你睇人咧，睇一個細嘅動作得噶啦，你得嘅咧，好少話人咬埋去驚死人，你唔識你。那些一定不行的，但你不行，你埋咗去都是不行，你得的不用埋去，你都已經得，冇錯啦，除非人哋話一起影相，咁你又要俾面，就唔好同佢影相。嗰啲咧 ，good fighter for the limit， 知唔知？好大有限，實唔得嘅。因為點解咧？你冇格，唔係我做第二樣可以冇格喎，做藝術家做作家一定要有格，你冇咗個格。對不對？你作家嚟噶嘛？作家點會冇格咧？一派之師嚟喎。喂，嗰啲唔係話咧，有啲人話嗰啲咁嘅書卷你嗰啲咁樣嘅傻仔啊，頭巾嚟，唔係噶。你有格，唔係叫你得罪啲權貴，但係唔係見到權貴驚死人，你唔騷你咯，唔需要。你見到成哥都唔使，即係你唔客氣就得啦。通常我見到啲係，譬如係即係做金融啊，要炒股啊，要用名氣去即係去揾食嗰啲先會咁做。係啦，咪有啲人即係你唔需要，你知咩？即係你話我要做作家，你先問你自己啊，會唔會咁先？沈大哥由細到大都唔會咁。我唔係作家，作者啫。但係咧，我唔做呢啲嘢嘅，知嘛？我覺得肉酸，我唔做。但係喂，我唔係做作家，我要靠呢啲食法，咁樣我就同情你喎，我唔埋怨你喎，應該喎，我做 PR 有冇限法咧？係咪先？但係你做作家啊，你作家我讀書啊嘛，我做學者咪使唔使咁咧？呢啲你哋咪自己去諗啊！嗱，你今年又書展啦，愛情小説為主題啊。而家仲有人有冇人懂愛情咧？我都有個 question mark。有人話有錢有愛情。嗰啲係咪真愛情咧？唔係，我同咗一半啦，即係冇錢一啲都冇添啊！嗱，
留翻分零鐘講下今屆世界盃。係啦，我問你啊，邊個攞 champion 啊？哇！今年即係沈大哥都好多都唔對路喎，嗱，巴西又唔對路，德國又唔對路，阿根廷就隨時都會去出國啊。西班牙、葡萄牙第一場就即係好對板啊，三比三啦。第二場有衰服率又唔係咁高，喂，好似乎喂，今屆會唔會係啲黑馬未打波咧？嗰啲我又同人講，係我英國隊有啲機會，嗰啲人咁啫嘛，即係好藐視。係而家唔好咁大聲啊！嗯，真係唔好咁大聲啊！沈大哥睇到今屆世界盃咧有問題，一早講噶啦，你可以證，你揾啲朋友去證明。一早我買咗英國，你咧我就話英國有啲機會，我唔係佢實得，但係嗰啲人，哇！今屆唔好大明星揾㗎啦，就係冇咗 Lonnie 林伯特謝拉特佢先得，一句講曬，你自己要答下啦，啊唔係而家吹牛話睇咗波啦，梗係話啦，未開波我已經同人喺英國嘅有人證啦，我唔係話佢得，如果佢得咧，你又請我去做專家。所有跌曬眼鏡，根本世界嘅足球變咗，你哋冇留意啫。距離近咗，你睇摩洛哥點會輸咗俾葡萄牙啊？個中堅好波啲啊，二比一 KO 佢啦。真係冇運。你隻觸覺嗰隻射術差咗啲咋？整體先握住葡萄牙打啊摩洛哥，係陰功。你要睇下啦，你要睇下啦。我哋伊朗打得幾好啊？日本打得幾好啊？大佬。佢人都唔係啊！佢十人十一人啲神經多過人，佢都贏啊！嗯，你知唔知啊？打得幾好啊！啲弱隊，你以話弱隊你就弱啦。好啦，下個禮拜再見啦。英格蘭啊，咪又真係英格蘭，克羅地亞啲分分鐘。